主料：点补一个，鲜姜100克，香菇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点补洗净，切滚刀块，鲜姜洗净，切丝。热锅冷油，放入点补，煸炒3分钟，放入香菇，继续煸炒，放入盐、鸡精、酱油，翻炒均匀，放入两碗水，大火炖开5分钟，放入鲜姜丝，转小火，炖1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点补要先炒一下，这样不会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